你把它压扁啊，压扁，切呗，就切呗，把它搞烂，想办法把它搞烂，搞烂装袋装到筷里面去。那个筷先拿出来，哦，看啊，对对对对对对。切它，切小小。想办法，想办法。随便你，你自己想办法。今天轮到你煮饭了。你不是要弄泥吗？啊！有味道的，我不吃哦，这是，好像有放盐。那你吃。弟弟也都吃一点，好吃啊，弟弟。然后压下去了，已经压下去了。老师都不给帮你，自己想办法。这个呢？你用叉子这样子叉叉叉，把里面那个弄小一点，用叉子叉它，啊，把它搞出来弄小一点，弄到这样小，把它搞出来呗。弄上面，弄弄高高，啊，要弄上面呢、啊。弄好像 ice cream 这样，你不是有吃过 ice cream 吗？你看，姐姐用手，你要不要用手？
哇，哈哈哈哈，你很赶时间是不是？啊，你问老师要啊。你要当时去问老师啊。给啦，你做得很美啦，你。你看姐姐做的。还没做完，你做完了吗？还有很多土豆哦，你想留着自己吃是不是？为什么你们这么爱妈妈？还一个人呢？